就爱王心 X， 隋唐，王心凌风风雨雨，姚元浩敢爱不敢当。姚元浩在圈内人缘好，个性阳光开朗，但当他从艺人的好朋友转换成女艺人的男朋友身份时，就立刻变得笨拙，处理感情如同幼幼般。过去与隋唐、王心凌先后二段感情，都弄到一身腥。甚至后来姚元浩拍王心凌的内裤睡着遭外流，他选择逃避沉默，让鸵鸟心态展露无遗，最后闹到不可收拾了才出来面对，让人感觉缺乏成熟男人该有的智慧与勇敢。姚元浩过去的二段恋情谈得轰轰烈烈，在2005年与隋唐开始交往，在一起8年之久，还一度传出男方向女方求婚的消息，但后来却不了了之，中间也曾经历3次分合。2007年，姚元浩因只身前往中国拍戏，和同剧组的女演员洪小玲因朝夕相处擦出爱火，但不到3个月时间，姚元浩回台湾又重新投入女友隋唐怀抱，当时对洪小玲伤害极深。2011年，姚与隋又因争吵而分手，当时隋唐以代表作《犀利人妻》入围金钟奖影后，姚元浩想跟隋唐复合，还帮在中国拍戏的隋唐照顾家中的狗，不久后就被媒体拍到十指紧扣的画面。